大家好，我是京都户外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远距离如何打得精准啊。我先打一发看一下，看一下远距离打。首先你的钢珠会有抛物线啊，击打远距离的时候，你的钢珠肯定会有抛物线，一个弹道，弹道会成抛物线，成抛物线了怎么办呢？你的前手、后手定位不要动，前手适当的做一个调整，调多少要看你的弹道，你的弹道在抛物线当中刚好砸中你要打的目标的时候，那么这样的话就调到刚刚好，具体调多少看你打的距离、个人的配置啊，然后一个钢珠的抛物线，再打一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